加急的项目。我这个月已经做了30几个项目了，主编，你再这个样子，我要仲裁你了。哎呀，这个项目是要用水墨画，要求非常高，只能你做了。你放心，做完这个项目立刻给你放假，邮件我发你了啊。你上一次也是这么说的，我。公子莫上香。陆化院首席大弟子文景湛前来祈福。少爷，今日祈福不能太过敷衍，老爷派的案子一直在远处盯着。弟子文锦湛祈福3个月后顺利通过考核，成为画师，为北岳城增添画师风采。明，嗯，是。哎，你是何人呢？为何出现在我们化仙殿中？化仙殿，这么耳熟。主人公一模一样，难道这是以画为尊的北岳国？我落在了画师圣地画仙殿，眼前这个人就是战死沙场的。你是白执事啊？画仙殿乃是学画之人的祈福之处，闲杂人等，还请让他离开。那是自然。明，哎，你别走啊！我说这位姑娘，你并非我们化仙殿之人，还请速速离开。否则你若是惹恼了化仙，你就当不成画师，你当不成画师，你就没有出头之日。哼，我现在就是画师，也不见有什么前途。胡说，在我们北岳国谁人不知道，只要是做了画师，那是要山得山，要水得水。你看那岳麓画院的文公子走到哪儿不是前呼后拥啊？哼，你再看看你。哼，这地方不错，比我在公司当画农强多了。岳麓画院，你给我干什么呢？你就往里闯。我听文先生在岳麓画院，所以特地慕名而来。我们大师兄正在作画，院外人呢不得参观。哦，我就看看，要不你让我加入画院也行。加什么画院？还加画院？走。文先生，你让我看看。文先生。明阳，外面是何人在喧哗？少爷稍等，我去看看。不必了，那些盯着我作画的案子可还在外面。少爷放心，不过按照常理来说应该躲在了暗处。明儿，把画拿上跟我出来。是。文先生，让我看看吗？文先生，不得喧哗，快走。就不走。不走是吧？兄弟们，有人捣乱。谁啊？过来看看。别捣乱，别捣乱。兄弟们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大师兄出来了，走啊！那得赶紧去啊！走走走，绝对赶紧！走，太难得了。大师兄作画这么神秘的吗？听说大师兄这次画的是蛟龙出海图，那可是连画院老师都很难驾驭的绝世画作啊！太厉害了，大
是吗？看来大师兄早已有画师手段，只等三个月后的考核了。大师兄，惊世此番能再见你作画，实在是我等的荣幸啊！是啊是啊，快让我们品鉴品鉴吧。对呀，大师兄，就是啊，快让我们品鉴品鉴。明阳，展图。哟，这。好，大师兄，笔下生花，此龙惟妙惟肖。父亲派来的案子在何处啊？那呼之欲出之事啊！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说得好，所以啊，大师兄不愧是我们的第一画师。第一画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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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第一画师。这也是信手拈来。可我对他还不是很满意。哎呀，这违法违法，不满意，这画的这么好。这位姑娘，不知对我刚画的这幅画有何看法？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，看不见我。是你，好巧，又见面了。刚刚那幅图你看清楚了吗？你怎么进来的你啊？哎，大师兄，刚才就是他在外面跟我说，专门进来看你作画。马上老师就要回来了，各位先行散了吧。不是，我长眼睛。好巧，又见面了。你真的是来欣赏我画画的？这家伙是学京剧的吗？变脸变得这么快。你是画院的首席弟子，我想过来学习一下。是吗？你看出什么了？啊，这蛟龙出海图应该是属于意识流，只有心无杂念的画师才能如此自由地驰骋于水墨之中。嗯。啊，这画看似抽象，实则梦幻。这龙本来就是传说之物，海水更让它染上了一层神秘。这海水一望无际，所谓无限小是无。无限大也是无，这画不画出来，才显得这海水更加无垠啊。那个，看先生一幅画，如梦初醒，如芒刺背，如履薄冰，如坐之。总而言之，小女子实在是佩服。够了。明阳，你去看好大门。我跟这位姑娘有话要谈。啊！我突然记起来，我妈喊我回家吃饭。你信不信，我连你的饭碗都打碎了？